お金。いただきました。なんかチーズ。小辣。春卷吗？春卷一盒多少？150，三盒算120。一盒好了。好。这有蘸酱吗？有。有两盒不是马上来吗？先一盒好了，还没吃过这个。这样是多少？有两种口味。两种口味。对，一个是综合，一个咸肉的。综合好了。好啊。这样多少？120。120。这是那个。小全家。小辣。哇，很酥脆。好，这个看看，鸡肉吗？哦，我不晓得它什么肉，因为他也没有给问他。我觉得应该是猪肉。他最后只问说，你到底要你要小辣还是那个要不要辣的？大黄瓜那些。这不知道什么，碎肉。对。然后有蛋。卤蛋之类的东西，你其实蛮好吃的。这个如果当做那个有辣哦，它辣就好新鲜哦。对，如果当做一个午餐，其实蛮够的。洋葱哦，这是白萝卜，腌制的白萝卜。哦，就一条一条那个。对对对，腌制白萝卜。没错，蛮特别的。你不会觉得说好像很呛，不会。嗯。但是你说小辣其实蛮辣的，它是真的蛮辣的。然后这皮好脆哦，对啊，还有，对，然后香菜是，就是越南一定有香菜嘛，好，还是我就到旁边就好了，到尾端，好啊。是有虾子跟肉片，底部有小黄瓜，有，嗯，没有油，真的很清爽。蛮好吃的。我觉得搭配这个酱汁很好吃，那鱼肉不会很臭。大份是100，小份是70。小份对，小份小辣。凉拌青木瓜，凉拌青木瓜。嗯，鱼露的味道蛮重。对。小辣。小辣。其实蛮符合台湾人口味的。
好，非常新鲜，好脆哦，我觉得很东南亚风味，真的蛮明显的。嗯，对啊，它也不是那种很薄的，是口感很好，不过真的有点辣。如果小辣的话，现在再点点，真的太辣了，上七十，我觉得这样尝试是不错啊，蛮欣赏的。鸡肉干面，对，这个应该是鸡肉，鸡肉吧，对，鸡肉，小小贡碗，有贡小，小鱼丸，它其实旁边有一些像是东南亚的酱，那我们先是就是原味看看，这个面好像面底长得不太一样。印尼风格，它旁边有那个印尼酱，这是甜酱，比一般台湾的酱油再甜一点。这个感觉就是个糖浆，有那种很像黑糖蜜还是什么的东西，对吧？它跟台湾的辣椒酱又不一样，有点酸。可是很东南亚风哎，我觉得很有特色，还印尼感觉，是不是？它有铺一碗汤，清汤。哦，真的就是清汤，没错，清汤。我觉得算是有贴心呐、啊。哎、欸，这一碗60。对，它这里有像青菜啊，还有蛋，哎、欸，跟我们想象不一样。对，跟我想象中也不太一样。对啊，是一条条的，它好像是一片，然后直接这样子剥下来。对，那就切断吧。对，切断。是有软的、啊，蛮软的，有一些像是碎肉的东西在里面，是可以啊。再加一点这种，那个蒜的味道有在里面。那我觉得给个就卖相跟我们认识的不大一样，它有里面有一些油葱酥，蛮油香气。